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今天是礼拜六，然后刚剪完片，明天礼拜天要去参加诗良子，他们邀请我去参加一个 YouTuber 的百人聚会，然后是要比吃鸡，就是那个 CS 的那个，对，很开心啦，因为可以跟很多创作者一起交流嘛，但重点是，对，我没玩过吃鸡。一个签名的，那个歪有点长。今天是要来玩那个啦，《Call of Duty》第四有一个那个吃鸡模式。对，但我根本没玩过吃鸡，所以我只是请别人吃过鸡。再等一下。不然你现在随便抓那个队伍最后一个，然后问他。他们现在要忙啦，你不要打扰人家。你就问他说，那你知道我是干嘛？你觉得我是不好意思拍什么东西的？跳舞、街舞。为什么这么想？因为我觉得就很 hip hop 吗？对，有一点感觉。我现在叫你秀一段，你就可以这样就跳起来。其实我频道是做男生穿搭的。可我刚刚原本想说他还没回来，我再猜其他。可是我猜一个原本要猜厨师，厨师我觉得不会做菜，我只会做泡面之类的。对，矮子啊，应该是那个矮子，那个艾滋啊。啊，哦，你昆明白燕的。对，对。艾子是艾滋味的呀，艾滋味的呀，对。艾滋味的呀，对。爱滋，我说爱滋味没啊？好，是没啊？对，传播，就是传播搭讪，对，传播搭讪这样。而且我觉得你今天穿这样跟平常不一样啊。哦，因为你的豹纹呢，你的虎纹呢？因为今天就是跑的，然后随便穿。对，穿图啦，广告一下。对。等等，你要不要买一件？没有，开玩笑，没有，太多，太多，太多，已经没买了。穿爽的，哎，哦，没有，我们要上，好，够够够，我热热。想要两个，我先讲第一个，生活频道。生活，那第二个，第二个实验频道。为什么会觉得是哇完蛋？因为你的眼镜很可爱。哦，不是可爱，就是好可爱。好，我就是连想。啊，我就是其实是做弹性穿搭。对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不可置信哎。No， 没有，我觉得不准，因为我们今天都穿这一个，你是看不出来。那我给你看完。我呀，哪里？哦，这里，三号是哪里啊？令人鼻酸啊！啊，看。这个太高了吧！我到底要干嘛？队长都冲出去了，你还在这？哎，队长，你要去哪里啊？队长，我们两个要在一个战线里面，就是你知道，等到最后，我们等到时间结束就赢了。都还是十分钟哎，我都十分钟了吧？对啊，跟你讲，我是剪尾刀，我先走到最后，然后直接出来剪。哦，喂，嘿嘿，还是，不需要，追杀，追杀。用耶！哦 ，nice！ 好，继续关。这是一个很优秀的战术。啊，刚要再杀几个，我就是第五名、第四名。好，今天差不多到这。第一次参加这种大型的 YouTuber 聚会，小紧张，蛮好玩的。然后希望下次能够再参加这样。好，那今天到这边，喜欢的话记得帮我订阅频道，还有等一下这边是哦，好像是。好，那喜欢的话记得帮我订阅我的。这边是花博。好，希望大家帮我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 IG， 那就这样，下次见啦。